胡锦涛同志和吴邦国同志、温家宝同志、贾庆林同志、李长春同志、贺国强同志、周永康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带头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，体现了崇高品德和高风亮节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。那帮老爷已经上了神台的了，没人没力，凭什么呢？后面我知道是辈分，他们说的大家都会尊重。茶衣饭足，细如破竹，我多少着数不紧要，如果谁给的钱多，就算谁都要劲头啦。那些没了公信力的了，什么我们呢？我觉得大啲佢哋最出位，佢最帮得字头，我只撑佢啫。我冇嘢讲，字头系唔可以一个人独大嘅，要平衡。我算阿乐，陆军有成百年。几十个扮相经过手，系龙系蛇，你两样你要保重。知道，等吧。揾崔家睇下点样交棍啦。喂，等吧。喂，崔家，咩事啊？咩事啊？我觉得阿乐唔够班，唔会交条棍俾佢嘅。你饮醉咗啊？定系虾大咗啊！我俾你洗个面先，谂清楚先翻嚟同我讲。我喺度等你。有人嘈，我哋就选过。如果选咗出嚟又有人嘈，咁点啊？话俾大铁听咧，一定唔会再选过。陆贵有乜喐啊？对唔住列祖列宗。我照规矩做嘢嘅啫，玩嘢嘅人自己钱又因住。老贵啱。无论怎样都好，同我刮取计出，话俾阿乐知，选咗佢就系佢。系，等吧。全体起立。终于到了一审宣判的这一刻，在身高190公分的法警押解下，亲自到庭听判的薄熙来始终面露微笑，但刻意礼法期盼的转运似乎没有发挥功效。被告人薄熙来犯受贿罪。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法官重判无期徒刑，薄熙来不止马上被铐上手铐，连他在法国买的别墅都要想办法追回来充公。这一场世纪大战还真是高潮迭起，因为薄熙来一开审就推翻所有认罪自白。我相信他们收集的这些证据啊，都是确实存在的。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古开来搞了这么一套房子，并不能证明这套房子和我本人有关系。预计宣判后，薄熙来将被关进北京的秦城监狱。我想听你听你讲一次，我经传报呢，年纪大，传错说话。等吧，我家出嚟选为咩？一心就想帮阿公做啲嘢啫。我做足啦，俾钱就俾钱，帮手就帮手，系咯，喺啲仆街度搞搞震先选唔到啫。你话而家叫我公道咩？系咪你话要搞个生和乱食出嚟啊？我好挂落。啲人盲噶，唔通坐紧啊？我问你系咪要搞个新和联胜出嚟啊？咁我想大家好，大家唔妥我，咁几冇瘾啦。咁咪各个各做咯。咁得啦，打得噶啦。阿 Sir， 唔得，咁又唔得，咁又唔得，咁你即系想你死我啫。搞生个字头。
我有份拍头嘅，所有兄弟都会打你啊！扑你个街，我就唔信钓唔到，我醒跳嚟，再唔得咧就揾阿鱼头镖拖个鱼包过嚟。水做下，嗰条水做下，字头唔可以俾一个人夺埋，要平衡。上一次我选你，都系为咗咁嘅啫。几十年嘅规矩要改，一定有好多人唔舒服，自己人嘈交，定无谓啦。我明白，你精神唔好，唞下，走啦。你唔好伤脑筋啦，罗。人有边个唔贪心噶？我后生好神，都要谂过谂咗。但系啲叔父同我讲，要退就退到好好睇睇，老咗仲有人尊重。早晚杀啲断光嘢，死路一条。下家办事系知面仔噶啦。